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归来》，我是蔡小君。又到了报税季节，您报税了吗？今年碰到疫情哦，这么严峻，有没有什么样的新措施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北区国税局基隆分局的科长梁美珠，梁科长。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七堵区分所股长黄素芝。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黄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分局的审核员郭秀琴。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秀琴好。好，接下来呢，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疫情下的小确幸，缴税有什么样的好康呢？5月2号劳动节补假日，基隆市税务大楼出现不少民众前来办理报税事宜。由于全国确诊人数连续数日破万，国税局基隆市分局方面加强防疫作为，特别设置户外等候区，采叫号进场控制室内人数，并用宣导隔板维持民众间的距离及勤加消毒擦拭。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基本生活费提高到19万2000元，多增加1万元，报税期限也连续3年延长到6月底，希望能有效减少民众负担。我们今年所得税的报税期间，财政部在4月27号因为疫情持续升温，所以就是决定延长申报期到6月30号。那我们之前寄发的那个税额试算缴款书或者我们提供的书表，那期限会自动延到6月30号，请民众不要担心。那今年的手机今年的那个我们在试算的时候，最低生活基本费从18万2000提高到19万2000，是历年来提高幅度最高，增加1万块。那今年还有其他跟不一样的申报的状态的之下，除了税额试算通知书，如果民众收到我们的税额试算通知书的话，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如果是有现金缴纳部分，就直接临柜或者是到超商去缴纳，这样就完成申报。另外，为了避免民众群聚报税，降低感染风险，财政部也推动在家报税6招，同时简化手机报税界面及推出国税小帮手的24小时智能客服等。希望透过多项智能服务措施，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网络报税。除了在家防疫报税6招之外，那我们今年手机报税部分，也提升了它的服务的一个效能。那我们可以新增就是抚养亲属的基本资料。那如果新增完毕之后，经过确认身份之后，他就可以把他的所得资料直接带入。所以今年是可以进行编修的一个功能。那加上就是缴税部分。也新增了电子账户跟电子支付的方式部分，那其实也希望民众只要报税期间有健保卡、有手机，你就可以完成在家完成申报。对于必须临柜缴税的民众，财政部方面同时强化线上预约服务，原本只能预约当天，今年起提升到可预约3天后，希望有效降低民众逗留时间。预约之日3日之内，然后分成一整天，有分成4个时段，那民众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哪一个时段来部分是最方便的。国税局基隆市分局方面表示，民众如果在6月底前完成缴税，将可列为优先退税对象，可在今年7月29号前收到退税。哇，真的，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一段时间缴税期间。那因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我们要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综合所得税申报期是不是有延长？最后一周是否也有加班申报及收件呢？是的，因为 COVID-19 确诊者居高不下，那财政部为了因应疫情日益升高，所以有公告110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期间，有符合条件部分延期呢，改成全面性延长到6月30号。那另外要配合那个什么申报跟缴纳期间的延期，所以一些相关的作业，比如说像所得跟扣除额的查调，也配合延长到6月底。那另外报税应该要减负的一些查调的证明文件或是单据呢，也延长到那个110年7月11号送交到国税局就可以了。那原来印制的一些各项的申报书、缴款书或是税额试算通知书上面所载的那个缴税日期也会自动展延到6月30号。那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哦。那至于那个综合所得税的各批次退税期程不变不会影响到民众的退税小确幸。那也就是呢，我们
寻网力哈，为了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呢，我们在那个申报期间最后一周，也就是6月24号、6月27号到6月30号的中午有加班的服务。那最后一天6月30号服务到晚上7点，那请观众朋友呢善加利用哦。哇，好，所以看到这一个时间要利用之外，但是有的民众会想说啊，现在疫情那么严重，不想要群聚。那民众如果想要自己在家里网络报税，可以吗？要有哪些方式呢？是的哈，那今年登录网络报税系统的身份认证总共有6种哈，也就是俗称的那个报税6招。那包括已经注册的健保卡、自然人凭证、电子凭证，还有行动电话认证呼号以及那个查询码。以及行动自然人凭证6种的登录方式，那这些方式都能够透过电脑，也是桌机跟笔电去做登录。那其中健保卡跟电子凭证以及自然人凭证的登录方式，都需要申请凭证的以后，那下载安装财政部的报税系统，那直接或者是直接到我们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的网页申报。那像健保卡、自然凭证都需要读卡机，那查询码登录方式就不用读卡机也能申报哦。那以上的6种登录的验证方式，以行动电话认证最方便。那另外呢，行动电话认证跟户号查询码以及行动电话凭证，还能透过手机跟平板电脑的装置登录，这是不需要用读卡机的。哇，真的很方便呢！除了临柜申请之外，一样要请黄股长来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可便民的方式。是，除了临柜申请所得跟扣除额之外，还有其他2种可以查询的方式。第一个是使用凭证或行动电话认证以个人电脑查询，利用已经注册的健保卡、自然人凭证、电子凭证或行动电话认证等，透过使用个人电脑及读卡机至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下载。第二个是以查询码及户号查询，如果家里没有读卡机，可以利用已注册的健保卡及自然人凭证，就近到4大超商统一、 7-11、 全家、莱尔富、来来 OK 它的多媒体资讯机列印查询码及户号，亦可以使用民众本人持有的门号，他的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线上取得查询码跟户号之后，再以查询码及户号下载所得及扣除额资料。是，哎，真的很方便，超商就可以来查自己到底要缴多少钱，然后还可以顺便一起把费用给缴掉，真的是很方便。对，好，那这样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秀琴哦。其实每年4月底，国税局都会寄这个试算税额试算通知书给民众，每个人都收得到吗？其实，在报税期间，最常听到民众在问说，哎，为什么我们邻居他有收到国税局寄的试算资料，但是我却没有？好，在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其实税额试算服务是国税局每年针对去年跟当年的课税资料来筛选个案比较单纯的一个案件，那主动的试算这个税额并计发资本的一种报税服务的措施，也就是说，其实税额试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要符合一些相关的适用条件才有。那这个适用的条件包含了说，哎，这个申报户经核算之后，初步概算之后，它是采用标准扣除额，然后它没有申报抚养其他亲属，或者是这些所得资料都是属于比较扣缴凭单之类的等等的，好，然后再来的话，也不是说今年符合，那明年一定也会符合，这个也是需要国税局我们每年会针对每年的案件去进行一个筛选。那也有民众会问说，那这需要我自己主动来申请吗？其实是不用主动申请，除非是说像社会新鲜人他是第一年报税，因为我们没有去年的一个税籍资料，这时候才需要来主动申请。那也不是说一申请就一定会符合，我们还是要需要透过一个条件的筛选才如果有符合的话，我们才会计发。那其实税额试算它只是一个报税方式，那如果没有收到没有关系，我们民众只要利用网络或者是手机这个报税的一个方式来完成申报也可以，或者是说今天我们有收到了，但可能有因为一些可能条件要修改或是要增减列抚养亲属的话，那没有采用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民众还是一样可以透过网络或手机来完成一个申报就好。那也许有民众会问说，那我怎么会知道说我有没有符合税额试算？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财政部的一个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上面来做查询哦，可能输入相关资料之后，然后系统就会说明说，您的这个今年有没有符合税额试算的一个案件？那如果不适用的话，系统也会回馈说明说，不适用的原因为何？
好，所以然后民众也会说，哎，那我如果今天不符合的话怎么办？好，如同刚刚我们科长还有我们股长所提到的，如果说今天没有符合或者是收到了但是不采用，我们就是麻烦可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透过网络或是手机报税来完成申报也可以。然后在最后补充一下，如果今天民众他虽然没有收到纸本的资料，但是他却可能是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简讯内容，可能像可能是邮件的通知，或者是今天是使用手机简讯通知的话，那民众会说，那这个到底是税额试算的案件吗？其实他也是算税额试算案件，主要是差异在说，去年的税额试算案件，可能民众这位民众是采用网络来做一个线上登录回复，那在我们国税局的一个，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位民众他其实具有一个网络报税的一个潜力，那刚好他可能又留有手机号码的话，我们就会寄发简讯，好，有透过手机简讯。那如果说没有留手机号码，我们就是会邮寄一个邮件，然后请民众自行进我们财政部的电子缴税服务网站上面来进行一个税额试算相关书表的一个下载。好，那如果下载之后，就可以直接透过网络来做一个回复就可以了。嘿，再次说明。是哦。所以真的是很方便的，其实不管你有没有收到，你都自己可以上网去查询，是没有收到就上网查，你就会查到自己的资料，你收到了更要仔细看一看有没有被多收钱，所以也可以上网来查，然后看看有哪些可以项目可以减免之类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利用这一个管道。那当然我刚刚听到有简讯通知，这也真的很不错，就代表你是很具备潜力可以在网络上来报税，就不用去跟人家群聚咯。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股长，就是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应该要如何完成申报，或者是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的民众，如果是缴税案件，除了以委托取款转账方式缴纳税款，而且采书面回复者，要将缴税取款委托书送交国税局外，其余缴税后就完成申报，免将自缴税款的证明送交国税局。那退税案件可以采线上登录或书面确认，沿用上年度结算申报退税成功存款账户，可以采用电话语音确认。那至于不补不退的案件，是指不用缴税也没有退税的案件，也要记得回复确认才代表完成申报。那相关的资料在税额试算通知书的第二页或者是第三页的地方有注意事项说明。所以就是可以电话查询，然后网络查询，然后重点是，你一定要好好仔细的看一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这是很重要的。那记得去年是可以进行手机申报综合所得税，要请教我们的课长哦，今年也有吗？有新的措施吗？我要先来问一下小军，我们去年好像也有来推行一个手机报税，那您体验了吗？试用了吗？体验了，好用，真的不用群聚，而且一下就缴完了，真的哈。那是这样子的，去年的那个手机报税哈，它只能就我们财政部提供的资料好去做上传。那今年的手机报税2.0版升级咯，所以一定要特别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去年为了因应疫情，所以协助民众自行在家完成申报，所以财政部有结合行动电话认证推出手机报税的服务。那突破以往呢，网络申报必须要使用读卡机，然后还有透过自然人凭证或是已经注册的健保卡认证的一些限制，因此呢大获好评。那今年更精进优化我们手机报税的功能哈，强化推出可编修抚养亲属以及所得人跟扣除额好的那个手机报税2.0。那简单的说，就是去年的手机报税跟今年的2.0最大的差异，就是去年只能就国税局提供的资料去做上传，那你不能去做一些编修。那今年为了扩大使用范围呢，所以2.0版的功能升级喽，可以增加编修的功能。那相信朋友呢，观众朋友呢，一试就可以上手。那也期盼你体验了以后呢，可以口耳相传，大家告诉大家，好多家使用。那另外今年的网络申报呢，有新增加的那个医师人员的凭证可以进行身份验证哈。那缴税管道也新增加了行动支付以及电子支付账户，那缴税的那个方式更多元，任你选择。哇，真的是更多元呢，因为手机报税真的很方便。那一样请教我们的课长跟大家分享，哎，其实每个人都适合手机报税吗？好，是这样子哦，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限制哈。那在这边也特别的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哈。
那这个门号呢，这个手机报税的门号必须是国人，而且是自己的。那所以像外侨啦、大陆人士或是企业门号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另外，他的信卡也必须是月租型的门号，所以不含亲子卡或是预付卡。那认证过程，他也必须透过4G或是5G 的行动网络，所以使用时也要记得要关闭 WiFi。那另外呢，用现金缴纳或是票据或是晶片金融卡的缴税，或是要申请延分期，这一部分也不能够适用手机报税。那如果你要下载或是分享你的收执人 PDF， 那建议要开启最佳的浏览器。那当然也可以透过我们一般使用的截屏的方式去储存报税成功的资料。好，那手机报税呢，它总共有5个步骤哈。那简单说明如下，那步骤一呢，就是你要进你的浏览器，去 Chroma 或是 Safari， 然后去进入手机的报税的页面，那点一下我要报税，那就可以使用手机行动电话认证户号加查询码或是行动自然人凭证这三种方式其中之一去做验证的那个识别。那识别验证成功了以后呢，它会自动带入资料哈，那可以在这个步骤也可以进行编辑配偶受抚养亲属，而且可以确认你的联络方式。那步骤三呢，就是它这个系统会自动会帮你计算税额，那你按那个查询键就可以去了解它计算的内容。那在这个步骤呢，也可以去切换编修模式进行编辑所得扣除额哈。那所得跟扣除的清单也可以在这个页面步骤去做下载。那步骤四就是说，他已经计完，已经计算好税了，那可以选择你缴税或是退税的方式。那步骤五也就是最重要的哈，一定要去上传才可以完成申报呢。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那个收执联来继续存档。是，哎，最后真的很重要，要按完成申报，然后要上传，要上传这一件事很重要。然后在用的时候，如果你用手机申报，记得 WiFi 要关掉，因为它要认证你的 home， 不然他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跟谁收钱，他会认证不到。那如果大家不太记得的话，如果还没有手机还没有下载的话，我们有准备了一支影片，邀请大家把手机拿起来，跟我们一起来下载最新版的 2.0。今年手机报税全面升级 2.0，开放修改资料，新增缴税方式，申报更方便咯。 Google 搜寻报税，进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点选手机版网页，将自动侦测使用手机报税。请注意，要采现金缴税或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税的民众，请改用电脑报税哦。按下我要报税开始体验吧。步骤一，验证身份，有行动电话认证、户号加查询码、行动自然人凭证三种方式。我要用行动电话认证。请先确认手机门号申请人与纳税义务人为同一人，并准备好健保卡。认证过程请关闭 WiFi， 使用行动网路。输入身份证字号，选择电信业者，输入手机门号与健保卡号。完成后按下执行身份验证。验证完成。步骤二，系统自动带出本人、配偶及受抚养亲属资料，也可以自行新增、编辑或删除加户成员资料哦。我要新增抚养亲属。按下新增受抚养亲属资料，新增完毕，确认联络方式资料无误后，点选下一步。验证新增的亲属身份，并带入其所得及扣除额，请按下尚未带入，请带入资料，选择验证方式，并依系统引导即可完成，进入下一步。步骤三，确认税额，直接看应自行缴纳税额，也就是最后要缴税的金额。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计算过程以及所得扣除额资料，可以按下查看确认。可以修改所得扣除额资料吗？可以哦，按下切换编修模式就会进入编修版页面，如果不需要编辑资料就不用特别切换哦。好了，确认无误，如有需要也可下载所得与扣除额资料清单，两种清单的预设密码都是身份证字号，输入后即可开启档案下载或分享至其他通讯软体，资料记得妥善保存哦。存好了之后呢？关闭本步骤，回到确认税额画面，
点选下一步。步骤四，缴税或退税。以缴税为例，除了委托取款转账、信用卡缴税、ATM 外，今年新增行动支付及电子支付账户缴税哦。如果一开始使用行动自然人凭证认证，这里还会多出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缴税。我选择用行动支付，请先选择行动支付业者，为处理日后有退税款情形，请输入退税相关资料，建议选择转账退税，方便直接汇入账户。点选下一步，确认应自行缴纳税额后，这时会跳出满意度调查，欢迎回馈意见，还能参加抽奖哦。详阅提示讯息后，按下确认，手机将开启您选择的行动支付 APP。以 APP 引导，输入相关资料后，请再次确认缴税资料，交易成功，申报完成。记得手动切换回到报税系统，下载取得收执联哦。预设密码一样是身份证字号，资料可修改，缴税更多元。手机报税，让您随时随地都能报，快速轻松没烦恼。这一期最新版的这个手机报税就是可以上去修改资料。那当然，其中在最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行动电话的认证。我们也准备了一支影片，带大家来进行认证教学。报税季到了，准备好你的认证方式了吗？准备好喽。切，不用这么麻烦，现在只要一只手机就可以行动电话认证了。虾米，快带我上车。使用前两点提醒，手机门号必须是纳税义务人本人申办的月租型门号，认证过程请关闭手机 WiFi， 使用行动网路。首先来看看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 Google 搜寻报税，直接进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点选手机版，网页将自动侦测使用手机报税。进入系统后，按下我要报税，选择行动电话认证，输入身份证统一编号，选择电信业者，输入手机门号与健保卡号，最后输入图形验证码执行身份验证，认证完成，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报税啦。真的好简单好快速哦，使用电脑报税也可以行动电话认证吗？没问题，我来操作给你看。进入线上版报税系统，选择行动电话认证，系统环境检测无误后，按下前往身份验证，选择电信验者，输入身份证统一编号、手机门号与健保卡号，最后输入验证码后，按下执行身份验证。重点来了，请拿起你的手机扫描 QR code， 这时你的手机就会开启身份识别网页，确认资料并勾选同意使用者约定条款后，按下开始验证，验证成功，回到电脑就可以开始进行报税啦。哇，那离线版报税是不是也可以呢？当然啦，开启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申报缴税系统，选择网路申报、行动电话认证，输入身份证统一编号进入系统，选择下载当年度所得、扣除额等资料，选择电信业者，输入手机门号与健保卡号，输入验证码后按下一步，一样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手机开启身份识别网页，确认资料勾选同意使用者约定条款，按下开始验证，验证成功，回到电脑开始编辑报税资料啦。今年报税就选行动电话认证，一机搞定免插卡。哇，这是今年的小确幸，用手机就可以来报税。那另外呢，要带大家来看的是今年报税有什么优惠小确幸呢？邀请黄股长来跟大家来分享审核包喽。好的，嘿，现在由我来为大家说明一下，今年的报税有两个小确幸。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为疫情的一个影响啦，所以我们有提高执行业务者跟其他所得业者的一个费用标准。那我们针对医师人员的部分是无条件的一个限制，跟也不需要个别的来举证。那我们针对他的业别，如果他是采用财政部颁标准的话，然后他的标准率就是用财政部颁标准的117.5%来计算。譬如说今天西医师他的挂号费收入，他的部颁标准原本是78%，那我们则就提高到92%。好，那
如果是非医事人员的部分，只要他110年度的一个收入总额较前两年度，就是109年跟108年度前两年度任一个年度减少达到 30% 的话，我们也是把他的费用标准提高到 112.5%。 譬如说今天私人补习班他的一个收入，他的费用标准原本是50，我们则提高到 56%， 那也借由费用率的提高来减轻一个税务的负担。那第二个小确幸，就是因为我们纳保法的一个第四条里面就有一个明定，我们针对纳税者跟受抚养亲属，他因为维持一个基本生活的所需的费用，这一块的部分我们是不加以课税的，就是大诉中的这一个就是不加以课税的这一块，基本生活费不加以课税。那这个金额呢，我们就是参照中央主计机关他每年所公布的一个每人的一个可支配所的一个中位数的60%来定支，所以110年度我们的一个基本生活费每个人就是提高到192000。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提高，可能也会让民众有可以减少一个税金的一个缴纳的情形。是哦，太感谢秀琴带大家来看这个审核包，真的是有种小确幸。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基本扣除，基本生活费调高至19.2万元，请问秀琴这个生活费不课税的规定是什么？大家都适用吗？其实一个基本生活费不课税的意思是指说，我们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我们就是运用生活费的一个差额来减税。然后它的计算方式，我们要先计算出，我们要先计算出基本生活费它的一个总额为多少，那这个总额就是我们以每个人的一个192000的一个基本生活费的一个基本数字，然后看整个申报户他有几个抚养亲属，包括本人配偶跟受抚养亲属，整个申报户的人数有几人，我们得算出一个基本生活费的一个总额。再来我们就要算出说，今天基本生活费一个比较项目的一个合计数，它的免税额整个申报户免税有多少，然后标准扣除额或者是列举扣除额两个择高，看它到底是采用标准或是列举，这边也是得出一个金额。再来的话就是特别扣除额的项目，这个特别扣除额包括了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然后子女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长照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还有子女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把这 ABC 这三个数字加总起来就是一个基本生活费的一个比较项目的合计数。那当我们今天这个申报户他的案件，如果说我的基本生活费的一个总额它远远大于这个比较项目的话，那它的差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在计算综合所得税里面再去做一个减除的动作。那可能观众朋友可能针对这一块可能还会是有一点疑惑，那我们就举例来说明。可能今天一对夫妻他可能抚养了6岁的双胞胎小孩子，然后他是采用标准扣除额，然后他的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是60000块，那我们来算他的基本生活费有没有可以扣除的一个部分。那总额的部分就是每个人192000乘以整个申报户的总人数是4个人，然后我们再来把他的免税额，免税额一个人的免税是88000，那总共他们抚养的整个申报户有4个人，然后再加上标准扣除额跟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我们得算出他的比较项目是652000。此时这个申报户他的基本所得总额，基本生活费总额是768000，它远远大于比较项目652000，中间的差额就11万6千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申报户里面去做一个加以减除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基本生活费的一个提高，它的受益对象是针对说我今天的抚养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家庭，或者是他今天扣除额是比较少的家庭，其实对他来讲是相对有利，有减少税金的一个优惠的一个适用。是，所以就是要记得哦。那很多民众都会提出问题啊，说我抚养我没有上班的爸爸妈妈，他们如果已经退休的话，结果发现没有办法抚养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哈，如果你要抚养父母的话，他如果没有超过60岁，要基本上要他全部的所得没有超过我们刚刚秀琴讲的基本生活费用19万，他也是19.2。那如果你是超过60岁了，那你都可以抚养。可是你抚养的话，会不会增加你的税负，或是减轻你的一些税负的支出？这时候就要看他的所得的高低，要经过试算。那刚刚我们秀琴审助好像就那个基本生活费这边有举例哈，那观众朋友您都听懂了吗？在计算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有一些民众他是采用人工申报的方式，那常常就是这一块他就是少减除了。那当然国税局他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就是明年1月的时候，这部分我们重新会再计算。那如果有
而少退的应该要退给你，或是说你多缴税的，那从国税局这部分会重新再计算。那所以我在此呼吁哈，观众朋友，您还是要多多利用网络或是手机报税，好，那就才可以用很正确的计算出你应该要负担的税负有多少，拿来缴税或是办理退税。是，那刚才有很多民众就像刚才碰到的问题，他们就会想说啊，我要打电话来询问啊，但是在申报期间，其实现在真的很难打进去，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要请教科长。哦，对哦，你们打不进来，我们已经接到有点手软了哈。那当然是说在报税期间，我们有增加那个电话秘书的专线哈。那可是因为近日单日确诊频频破万哈，那民众也怕会那个感染的风险，那所以。确实来电询问的问题增加了很多，那为此呢，财政部有针对民众报税的一些网络申报的一些操作面，或是说法令面，它有提供线上24小时线上客服的咨询服务，那分别有倍儿棒鸟，还有国税小帮手，那民众可以进入我们的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或是各地区的国税局的官网找国税小帮手帮忙。那也可以进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申报缴税服务网站去找倍儿棒鸟协助哦，那您报税没烦恼哦。是国税小帮手，还有我们的倍儿棒这一个小鸟，对对，就是点进去，他们都可以帮你们来联络，因为没有统计出有一些税务的问题或者是操作面的问题，您踢进去了以后，那如果我们在题库里面找得到的话，都会做一一的回复。对，这很强大的人工智慧回答器，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善用。然后另外为了避免群聚啊，其实除了现场排队取号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取号呢？我们要请教黄股长。哦，是有的，那我们可以透过网络预约，就是民众可以网络搜寻报税预约，依个人的需求进入各地区国税局的报税预约网站进行所得查调，或者是网络申报预约。第二个是用电话预约，拨打0800000321按9，输入邮递区号后就可以进行预约，可以预约的时间为次日起3个工作天内的时段，一个电话号码一天只能预约该单位2个类别各一次。哦，所以要请大家多留意哦，像他有那个 QR code， 如果你有手机的话，可以拿起来先扫一下，你就可以进行电话预约，这也是真的很方便哦。那另外我们要请教秀琴了，如因为疫情而没有办法在规定期间内缴清税款，可以申请延期或分期吗？是可以的。如果今天民众啊，因为受了疫情的影响，可能他有符合各事业主管机关他一个相关的一个纾困专案。或者是他的受服务单位，他因为疫情有申请减班来休息，或者是短时间营业收入有骤减的这个情况而缴税困难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在缴纳期限之内，透过线上临柜或是邮寄这个方式来向所在地的一个稽征机关来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那延期的部分最长是1年，那分期最长可以以3年为限。哦，所以大家记住，要如果真的没办法缴出来，就要善用这一项功能。如果任何问题，其实都可以打电话到国税局来，或者是像刚刚上网去查那只小鸟，倍儿棒小鸟，对，国税小帮手，要请大家记得哦。那很多民众其实在报税的时候都会碰到问题，有一些错误。那我们这边也特别为观众朋友统计出了6大错误方式，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黄股长。是。那第一个是购屋借款利息申报错误哦。购屋借款利息是指购买自用住宅向金融机构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民众常会误把消费性贷款或修缮贷款申报成购屋借款利息。那第二个是同时申报相同期间的房屋租金支出以及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这两个是只能二择一申报的，它不能同时申报。那这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科长，其实有现实生活中碰到的案例又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好了啦哈，比如说我去年我有购买房子，然后有符合自住贷款，好，那我刚好有小朋友他在外面念书，那他在外面我有帮他租了一个房子，那他也有租人的支出。那刚刚我们股长讲的是说，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去同时去申报你的自用住宅的贷款利息跟租屋的支出，哈。那如果这个期间是不一样，比如说我的贷款的缴息的期间是去年的1月到6月，好，那小朋友的话是7月到12月，那因为他期间是没有重复、没有重叠的，所以这部分是 OK 的。那可是他们的期间都是重叠的，都是去年的1月到12月，那这个时候要怎么选择？那当然就折当。
好，那可是因为他那个租屋那一部分好像一年只有12万的限额嘛，是，对，那那个贷款利息这部分是三十万。对，那所以就是你要来浙大来试，当然是选贷款了哦。啊，对对对，也就是说你在缴你的房贷，但是你又要付钱给你的小孩去缴租金，因为他在外地就学嘛。那这时候你这两个就不可以一起来申报，你要选择付的多的来申报，所以同一个时段，同一个时段。那如果是分开时段，就比如说我刚刚，我同时我一到六，比如说我买豪宅，哦，那我贷款的时候很多，我要买这豪宅，我自备款不够，那我去贷款，那我户籍也在里头，那我那个贷款的支出，我可能有27万，嗯，好，那我同时小朋友在念书，我可能有10万块，没有超过那限额，那这部分这27万加10万是可以分开去列示的，对。所以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再打电话来问啦，继续请教股长。那第三个就是漏报财产交易所得。那我们举个例来说，就是民众在105年1月1号以前他取得了一户房子，他现在卖掉了，那他就会属于财产交易所得，所以这个必须要在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要合并申报。那如果说他是在105年1月1号以后才取得的房子，他就是会适用个人房地合一的相关规定，他是在出售后次日起30天内就要申报，他就不并入综合所得税申报。是，哎，这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因为他们常，你们常碰到这样的状况嘛，我们要请科长有没有要补充的，有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状况？应该是这么简单的来说哈，105年1月1号它是个分水岭。好，你在105年1月1号取得的房地，在出售的时候，好，那是属于旧制。那在旧制呢，土地是免税的，它只就房屋来课税。好，那如果你出售的房子是在105年1月1号之后取得的，那刚刚就像股长讲的，它那个是属于房地合一，这个时候房地都要课税哦。好，对，而且它是在出售的次日的三十天内要到国税局来申报，就不再并入综合所得税来核课。好，那要提醒观众朋友要多注意了，就是漏报财产交易所得的这一块，房子买卖的时候最容易出错。好，继续。好，那第四个就是医药跟生育费，受有保险给付的部分，它是不得扣除的。对，第五个是漏报海外所得。民众若有海外所得，一申报户海外所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时，必须依照所得基本税额条例规定去申报海外所得。那第六个是夫妻分开申报，个人于年度中结婚或离婚，而其配偶在该年度有所得者，于办理该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时，可自行选择与其配偶分别或合并办理结算申报。但是结婚年度以后，或者是离婚年度以前的其他年度，纳税义务人及其配偶仍应依照所得税法第15条的规定合并申报课税。是，很像刚刚说到的那个医药及生育费，比如说在生育的部分，如果去住月子中心的话，那住月子中心那一段钱是不可以拿来申报的，因为它不属于医药费。对，因为有碰过这样的案例。那在医药部分，我们要请教科长，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碰到的案例要跟大家来分享呢？医药方面啊，那刚刚就像我们股长讲的，一定要是医疗支出的。那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可能是做美容的哦，那个或是说你牙齿，你可能去做矫正。矫正那个是属于医疗的，如果医生有出具证明，因为你会影响到你的咬合，还有你的怎么讲消化，是，好，那部分就属于医疗。那如果你是为了要美观，好，那一部分，比如说你去做整形啊，那个都是与医疗无关，那部分当然不能放进来。是。那另外特别要补充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手术都因为下等都有投保嘛哈，是。那这部分那个保险给付这一块要先扣掉。才可以列保，对，就是保险付了你多少钱，但是如果你还是有付了一大笔钱比保险多，就是那一部分再来报税了，差额那一部分才可以列保税，对，是。哦，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哦。那另外一个有一个海外的税，是不是有碰到类似的案例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我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哈，因为像民众都很习惯到国税局来查调所得，好，那查调所得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条件跟期间。
好来提供。那像刚刚股长讲的财产教育所得，或者是大陆所得，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海外所得，其实这部分都财产教育所得这一部分都没有在那个查调清单里头，所以民众你拿到这个查调清单的时候，你要自己要先去审视一下，好，你有没有其他的所得没有列在里头的，好，那这时候你还是要补报，还是要申报，好，免得之后如果是说有达到处罚标准，就是这时候就会被拆除，所以就是如果你在海外赚很多的话，记得还是要记得申报，因为会被查出来的。对，其实这部分罚则也蛮重的。对对，好。那刚才还有说到一个夫妻分开申报，其实有一些夫妻如果结婚，那但是他们分居，那其实是否碰过这样的案例？这个民众常常来问，他说，我要抚养我妈妈，那我爸爸怎么办？你们夫妻不是说要抱在一起吗？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如果结婚或是离婚，当年度可以选择，或是说有一方符合被他方抚养的时候，这时候才可以分开申报。那民众常常会觉得是说，那我跟我老公，常年都没有往来耶，然后我也不晓得，对，各住各的，可是这个就不是分开申报的理由，然后他一定要符合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他有一些法定原因，然后申请法院去裁定一些比如说要分开申报啦，对，还有个保护令啊，这个时候才可以分开申报，对对，所以要请观众朋友要多注意了。好，那接下来一样要请教我们的科长哦，采用什么方式缴税可以第一批退税呢？我先来讲一下那个我们的退税方式。好的，那退税方式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有账号退税跟凭单退税。那也是你报税的时候没有提供你的账号，那我们就直接用凭单寄发来退税。对，那退税哈，要怎么样比较快可以拿到退税款哈？那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哈，今年报税有延期嘛，可是退税批次还是不变。那税民众呢，只要在5月1号到6月30号是采用网络申报或是手机报税，以及税额试算线上哈，或是电话语音确认，这部分都适用第一批退税，也就是2019年7月29号来退税。那如果要享用，所以要享受那个优先退税的那个观众朋友呢，要多多利用网络申报，而且要采用直播退税。那退税款会直接拨入你指定的账户哈，那也免除要到银行去交换那个凭单啦哈，那也可以避免凭单过期或是遗失的困扰，那又快速又安全。那另外再提醒一下哈，我们常常发现有些民众因为他是采人工申报的方式，那因为他有计算错误，那造成少退税，那这一部分就要等到明年一月才可以办理退税。那所以在此呢，都呼吁民众要多多利用网络或是手机报税，才可以又快速又正确的退税。所以说白了就是，如果你用网络，是或者是你用手机，对对，这样退税是最快的。对，而且记得要把你的账号打进去，输进去，对，而且你隔年的时候也可以沿用前一年的资料，前一年的资料，对，所以是很方便的，很方便，对。好，要提醒大家多善用这一个较便利的缴税方式，那退税当然也是非常便利的。那如果你现在上网去查一下“报税”两个字，你知道那种浏览量最高的就是如何报税最省钱呢？那当然很多大家就把它翻出来，就是各银行卡的报税，哒哒哒哒哒。其实不止银行卡的报税，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黄股长，缴税的方法有哪些呢？我们有15分钟可以好好的来分享。好的，现在的缴税方式非常多元，除了用现金缴税之外，也有提供几种不出门透过网络就可以完成缴税的方法。第一个是电子支付账户。使用于电子支付机构注册开立的电子支付账户，透过行动装置应用程式 APP 进行缴纳。第二个是行动支付工具，可以透过开办行动支付工具缴税的业者的 APP， 以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缴纳税款。第三个是以本人或配偶、金融机构或邮局存款账户委托转账缴纳税款。第四个，以纳税义务人本人或配偶的信用卡线上缴税。第五个是使用本人或他人名义持有已参与晶片金融卡缴税作业的金融机构核发的晶片金融卡线上缴税。
哇，所以有这么多种的方式在可以缴税。那当然，我要请我们的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嘿，什么样的方式缴税是最方便的？哦，刚刚小军有提到哈，因为信用卡大家都各家银行都有推出各项的优惠嘛，可是纳税人应该更注意的、重视的就是说，哎，我什么时候扣款？好，什么时候可以延迟缴税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是说，我们的缴税方式有很多种哈。那这一般的缴税方式，比如说你是用那个自动柜员机啊，或是晶片金融卡哈，或是活期存款账户，或是电子支付方式，这一部分都是直接去扣款的哈。那可是如果你是使用那个委托取款缴税那个取款委托书，或是信用卡，或是行动支付去绑定这个信用卡。那因为我们今年报税延期哈，所以我们的提兑的时间呢，也会配合的延到七月初才会去扣到款。那所以就可以享有延扣扣款的优惠。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善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它看各家银行啦，他们有的是到七月才扣款，所以这实在是还蛮优惠。但我知道有的是直接可以抵换现金，对不对？然后，我不知道股长跟那个秀琴都是怎么样来缴税的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就都是用传统缴税取款委托书，就直接用账户去让他扣款，对。但有些民众他也很可爱啊，比如说他可能讲说，哎，我们用国税局这样说，找申报找安心嘛，对，所以他可能哎抢头香了，他5月2号就来报了，可是他报了以后他就很纠结，嗯，他说我这样子今天报我会不会今天就扣款了，弄弄委屈哈，那我们都说不会啦，除非你现金缴纳，哦，对对对，除非他是用现金缴纳，或是用晶片金融卡，我们才会这个及时的扣款，要不然原则上我们都是整个申报期结束了以后，我们才会去银行去提兑。那不过这边也提醒民众，就是说你6月30号啊，那个应缴纳的税额要存在银行里面，要足额。嗯，好，那我们大概七月就会陆陆续续去提兑。是，对。如果扣不到钱，那就是代表如果你6月30号钱不够的话，那就是可归责于纳税人，这时候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对。那秀琴用什么方式来缴税？因为我都是用信用卡的缴税方式。对，但今年我试着想说，哎，直接用手机报税，再加上用行动支付因为等一下我会介绍到说，其实今年北区国税局有针对手机报税还有行动支付这个新的一个缴税方式，其实它有多推出一个多重的一个好礼的一个抽奖活动。好，那我们就现在赶快来了解一下这个抽奖活动。好的，其实今年北区国税局我们为了鼓励民众以手机报税，或者是在家自行用网络申报，或者是今天你是有收到税额试算是采用线上回复来确认完成申报的话，那我们特别举办了在家报税真安心多重好礼大方送的一个抽奖活动。那这个总奖额超过了100万元，所以奖项非常丰富，而且奖额很高。所以只要涉及在我们北区国税局辖区的，包括了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宜兰县、花莲县、金门县、连江县等9县市的纳税人，那在综所税申报期间是采用手机报税，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利用网络来完成申报，或者是税额试算是采用线上回复的话，就可以参加在家报税奖的一个抽奖活动，那就有机会把头奖奖金50000元就可以报回家。那如果说这时候你又是采用电子支付的一个工具来缴税，包括信用卡，然后晶片金融卡，或是委托取款等转账方式来缴税，或者是采用存款账户来用直播退税的话，还可以加码再参加一个智慧缴退税的一个抽奖，就还有机会获得一个现金礼券200元。那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到说，其实今年手机报税再升级哈，也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功能，编修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多加的使用，所以特别推出了一个手机报税奖的一个抽奖活动，那还有机会可以抽中10000元到50000元的一个现金，然后还有200元的一个电子礼券等等。那如果说今天是采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缴税的话，还有机会加码可以抽中羚羊配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签名商品，所以其实
整个在家报税真安心的抽奖活动，我们的一个总奖额其实高达2700多项哦，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说，哎，在电视机前的一个观众朋友们哦，除了我们配合政府的一个防疫政策之外，宅在家我们也可以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来完成报税，还有机会中大奖，一举数得，所以欢迎民众来多加的一个利用。2700多个奖项要等大家来抽奖，最大奖是50000块抱回家，所以大家可以善用哦。好，那再来呢，要请教我们的课长哦，网络购物的时候索取云端发票也有好坑哎。是小君，你在消费的时候常会碰到店家会问说，哎，你发票要列印吗？还是你要存载具呢？存载具啊！哎呀，你好聪明啊！对哈，这个时候你只要不列印电子发票，证明你要储存在载具的，这个时候就叫做云端发票。那索取云端发票有什么好处呢？它只要下载我们财政部的统一发票 APP， 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兑奖。那绑定手机条码中奖就会主动的去通知您。那如果您要设定好你的领奖账户，奖金也会直接就入账哦。那不怕发票遗失或者毁损或者忘记领奖，好，然后跟财神爷错过了。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除了他享有云端发票专属的奖项以外呢，他还能去兑纸本的奖项。那如果您很幸运的两种都中了，那就折高那个奖项来领取奖金。那所以呢，索取云端发票是多一次的中奖机会哦。你是说一组号码纸本有中，然后云端又中，然后你就是选到底是哪一个？对对对，我还以为可以领两次。不过，因为云端发票其实它为了鼓励大家都多索取嘛，那环保爱地球，所以呢，我们云端发票的奖项也加开了很多，比如说像从我们今年的110年1月起的哈，那每期加开100万的有30组，那2000元的有16000组。800元的有10万组，那500元的有165万组，那总奖金高达9.67亿哦！哇，真的好高哦！就是我曾经有中过500元的，就觉得好开心哦，真的是小确幸，真的比纸本的中200元还开心、啊。我不知道现场都有中过吗？我没中过，有中过跟没中过，但是我周边很多人真的都有中过，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环保爱地球，把我们的发票存在载具。那听说存载具，如果你捐出去，其实还可以有什么样的优惠的？我们有时候会办一些租税宣导活动，好，那当然是说我们也很关怀一些弱势团体，那所以常常就是民众如果捐了云端发票或是纸本的，好，那我们就会把这些发票捐赠给那些弱势团体。那最主要是说我们为了要鼓励那个云端发票索取云端发票，所以我们通常对的同样的奖品，好，同样的宣导品，可是我们那个云端发票的张数就比较少。对对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多注意，可以做公益，然后又可以环保救地球，真的是很棒。对对，那剩下最后4分钟，我们要请教课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CFC、我当时乍看还以为肯德基，就不是，是 CFC 个人事业受控外国企业制度，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措施呢？因为我们现在跨国企业很多哈，那很多投资人他可能有做跨国性的一些投资。那么为了要防堵跨国企业或是个人在所谓的低税负国家或是免税天堂，他成立一些受控的那个外国企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CFC， 那他透过把这个保留盈余呢放在 CFC 里面部分配，来达到租税规避的目的。那所以呢，为了要配合国际反避税的趋势以及维护我们的租税公平，所以那个个人或是企业的 CFC 制度是从明年，也就是112年1月1号实施。那这部分如果明年还有机会的话，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详细说明。是，所以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盈利事业的，其实政府现在都已经关注到了，最主要就是还是鼓励大家了，一起来尽纳税义务人的责任，这样毕竟国家未来发展才有希望嘛，建设都要钱，然后还要照顾很多的民众。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三位，是不是手上都有一个小牌子，要跟大家好好来呼吁一下，有什么样的提醒要再跟观众朋友说呢？像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行动电话认证免差卡，所以鼓励大家要善用这个手机报税的功能，这样也可以避免群聚。啊，我拿到的是手机报税一直搞定，那希望大家都用手机来完成报税哦。好，那我的是在家报税好轻松，多元凭证一直通。好。
税额试算真便利，手机报税一样行。其实在正现在这个严峻的一个疫情的时间呐，所以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多多在家里是使用网络报税，或者是体验一下手机报税。那即使没有读卡机，我们也可以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等这些方式安心在家报税，共同做好一个防疫的一个工作，还有机会中大奖。好，所以欢迎观众朋友来多加利用，也预祝各位观众朋友能幸运中奖。是，我们要请教科长，有没有最后要跟观众朋友呼吁一下的？哦，那当然，我们刚刚秀琴的总结得很好啊，就是防疫在家哈，那就用手机报税，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呼吁大家多用直播退税，好，那然后那在消费的时候呢，那多多索取云端发票，然后既环保，然后还可以多一次的中奖机会，对，真的要善用哦。黄股长呢？对，那民众如果选择要到国税局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那请多利用网络预约或电话预约，可以节省现场等候的时间。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专家带大家来了解今年报税的新措施，也鼓励大家多善用网络来报税，用手机来报税，这样可以让大家环保爱地球，又可以避免群聚感染。感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重若轻，让我拿到奥运金牌。报税便利，靠手机。连上网站后，登录方式三选一。今年全面大升级，不但可以编修配偶及受抚养亲属，还能修改所得和扣除额资料哦。更多的行动支付及电子支付账户，缴税更方便。连 App、连插卡可编修，手机报税一指轻松会。亮，我很抱歉，五月要换搭档，我收到通知。什么通知？是税额试算通知书，而且缴税管道超多的，线上缴税超速配，厉害了吧？哇塞，没有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可以用手机来报税，非常简单。哼哼，问题是球场上的搭档。没有啦，那还用说吗？税额试算好便利，手机报税更容易。硬啦！麒麟，还在发什么限动？五月报税搞定没啊？你知道现在报税有很多很多选择吗？不用出门人挤人，在家就可以报税。所以我，哦，嘿嘿，所以我正在报呀。而且今年申报基本生活费提高到19.2万元，真的太省了！在家报税好轻松，多元凭证一指通。让我拿到奥运金牌，报税便利，靠手机啊！点到网站表后，订阅的方式三选一。今年全年大升级，那会用变收红阿婆甲收抚养亲人，阁会当修改所得甲扣除额资料哦。阁增加行动支付甲电子支付户头，缴税阁较方便。免 app 免插卡，会使变收手机报税，以至轻松诶。李阳，我就拍摄，五月我要换搭档，我收到通知啊。什么通知？是税额试算通知书，而且纳税方法有够多哦。哇，网络纳税有够紧，厉害哦！我知，无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会当用手机来报税，非常的简单。哼哼，咱搁要做伙拍球无？无啦，迄感觉需要讲。税额试算好便利，手机报税更容易。硬啦！麒麟，你到底耍手机哦？五月报税报好未？你知影即马报税有真侪真侪选择吗？唔免出门，人客人伫咧厝内就会当报税。所以我哦，嘿嘿，所以我当天报啊。而且今年申报基本生活费阁提高到19.2万，实在有够省啦！在家报税好轻松，多元凭证一指通。